我出门了，今天弄得有点晚，希望不会迟到吧。早上8点半到下午6点，有3节课。这学期有的课全部都，5节课都挤到2天来上，然后其实量根本没有比之前的少，然后还有一些实习要做，所以这学期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以后自用什么？想吃饭，快开饭！嗯。抹一抹都，因为没洗。我们下课了，现在准备去吃点东西。Deadline to buy your tickets is October 20. Now you write down a 5 under the 2. Oh.He said he's a guy. It's a shadow. I thought he was like Harry. This is exquisite. Oh my god, he's like. 放学啦！我这一周都要 stick with you 了。我明天要见，后天要见，大后天还要见，大大后天还要见。Your pleasure. 我把头像伸出来，好搞笑。嗨，大家好，我现在在学校门口等车。这将会是很有趣的一周。现在回家肯定暴堵。到家了，我来拿包裹。拿好了，回家。嗨，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四，然后今天就是安排就是下午要和，安娜见面，然后晚上还要和以后后面2天工作的领导见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时间给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情况嘛，所以现在在化妆，所以就想一下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就总的来说呢，最近感觉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是皮肤什么的都很干，就是我也有隔一两天就做面膜，但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入秋了，就是特别干。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事情太多了，然后有时候晚上还会失眠，然后就搞得就是休息也没有很好，然后吃饭也没有时间好好吃什么的。嗯，然后因为是新学期嘛，然后也是新的一个 program， 就是现在开始学戏服设计了。然后总的来说感觉蛮好的，就是很喜欢这个专业，整个的老师啊，还有大家的氛围啊什么的。然后而且我也觉得资源也很好，就是一开学就接到一个实习嘛，就是是一个让你知道美国的 HBO 上面的一个小短片，然后是他这个整个剧组都是亚洲人或者亚裔或者有亚洲血统的人。因为他这个片子就讲的是一个女孩就是想要去寻找自己的根源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韩国裔的在美国生活的女孩。然后总之昨天看到了安娜也是跟我要一起去参加这个工作，因为她是我和她是班上两个唯一的亚洲人，所以脸颊上的痘不停的冒，这两天然后就上妆也感觉特别干，就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就是我拍自己的时候都觉得好丑，就是因为看起来我的眼睛也是肿的，然后眼袋超大，然后黑眼圈也超大，然后还一脸痘，我真的都不是想拍。但是我就觉得每个人生活中应该都会经历一些这种事件，就是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正常。本来和大家分享吧，就是分享我的生活，所以
我也不在乎了，就是化好妆了，然后现在准备去打印的地方打点东西。准备出门啦，就是今天的 outfit。 我到了，现在找那家咖啡厅在哪儿。走啦，准备去吃饭啊！先去买拖鞋。哦，对对对对，你要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买拖鞋吗？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实习的那个拍片的 costume designer， 他需要买拖鞋，然后我们刚好在附近可以买到他需要的韩国拖鞋，就那种比较 Asian， 有比较不是那种美国式拖鞋，而是。韩国是彩色可爱图样的拖鞋，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去带走，还要 cheap， 都要去大厂买。Can you look for extra large? No, I'm looking for large. There we go. It should pop up just a second.好黑，我天，这么黑。So what are you about to do? 要吃完饭了，嗯，要去吃 waffle。Love is the open door.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things I never knew.刚刚和我们的头见了面，然后他把明天要用的东西转交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我刚刚在我家洗完澡，然后准备去他家，然后明天早上可以直接走。佩奇，明天几点要起床来着？5:08，对吧？家，天哪，温馨的房间，哎，我们是一个灯哎，现在灯都没开，刚关。Good morning. Yay! 为什么7点还这么有精神？
是一个住家，应该是租的一个房子。就是我们要用生命保护的东西，好吗？哎，把这些帽子装起来吧，不然怎么拿？装帽不能用。You are legally obligated to do it. You ready? So here. Also, whenever we are on sticks, that's when we walk. It wasn't likely. Okay. Hi. 我们在片场是一个房子，这有一个很大的铺，然后外面有这些，这里有些吃的。又在吃，嗯。回头。好吃吗？好吃。哇，这么大口！Instagram page, right? Yeah. 阿姨们睡着了。那叫我们从现在从来再笑。Hey. What's today? Sunday.我们今天是从1:30到凌晨1:30，耶！这是我们的更衣室，化妆的。So we are ready for you all. Cool.We're ready to. Star, you were able to use the board for something. I'm glad. Hi. We are going to talk loudly. Because we are outside. We're pining. We're pining. Yesterday we were late. Actually, we don't even need to come every day. Just we want to come, just come. Because it's internship. And because yesterday's schedule is.从下午1:30到凌晨1:30，你逗我呢？绝对不来啊！我还要睡觉的人，我还在长身体呢。所以昨天我就在家躺了一天，然后写了点作业什么的。你呢？我早上做作业，然后下午看了我看了 Venom。什么东西啊？新的 Marvel 的电影。Venom， 就是那个黑色的人被怪物吃掉。哦。就这个蛮好看的。哦，我也想要那个。这个怎么穿的？我觉得他的衣服都好好看呢，你就是这样啊的。要去哪吃的？我饿不？Let's go。好浪漫呀，在这个浪漫的场景下吃饭。I don't think anyone would feel sexy after eating grilled cheese.
He feels sexiest at his early. 现在是晚餐时间。Oh, 然后刚刚我们的作者、作家、writer 来发 popsicles 冰棒给我们吃。西瓜味。Thank you. I hate him. There he is over here. Can you find out police when you go in there? Yes. If there are any more cappuccino ones. Cappuccino ones. 好啦。我们杀青了，哈哈哈哈！再见，拜拜。早上好，我又来拿包裹了。今天本来就是也要在剧组工作的，今天本来最后一天，他们要拍古装什么的，就特别有意思。但是我们老师突然又说有一个什么，就是跟别人就是交际啊什么的一个 event。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今天去不了了。然后等下下午两点在。一个电影学校叫 American， 叫 AFI， 我们要在那里见面哦。出门了，带了我的作品集。哎，大家好，我到了这个学校，可是我现在找不着北，我们老师也没说在哪个厅，像我只能瞎找。嗨，我们开完会了，结果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这个，然后这我最近也是在试用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身体磨砂，然后他们寄给我的是就是这种，里面有八个独立小包的，然后它是用叫21天 journey， 我已经用了这么些，我现在只剩三个，然后里面有咖啡味，然后玫瑰咖啡味，还有一个粉色亮闪闪，是我刚刚用的。还有一个绿茶还是薄荷味来着，反正它里面应该都是含咖啡的，所以就是用的时候闻起来就跟咖啡一模一样，特别香。而且它里面有那个含一些精油的，用完之后，然后再稍微停留一会儿，再冲掉之后呢，摸起来会特别光滑，然后就像涂完身体乳一样。